嗨，大家好。希望大家有享受在这边的时光。然后后面有那个菠萝面包，蛮好吃的，所以后要可以去吃一下。好，那我是 Kenner AI 的共同创办人跟技术长。我今天这个 talk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进入开源界，然后从一个一般的工程师，不能说一般，就是工程师，然后慢慢走进开放源代码的世界。然后，而后创立了一家以 open source 为导向的startup。好，这个是OK。好，那我叫做 William。那你可以在各大的 social media，像是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上找 www.y3y3，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个没什么特别含义，这只是我当初玩线上游戏随便取的。所以后来就沿用一直到现在。那我本身是 computer science 的 major。那大学的时候我因为本身是非常喜欢写程式，所以写了各种不同大小的网站。例如说有一个网站是我开放给成大学生使用，他们可以上去评论他的课程，然后评价每一个课程跟教授，然后。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说，我开发那时候开发的工具就是帮助学生去抢课，因为那时候抢课难抢，然后他只要注册，我就帮他抢着课程。然后，所以我写了一个爬虫，就去爬那个学校的计算机网络中心的主机。我记得很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计算机主任中心，他就看到网站上挂我的名字，然后就打电话到我们的系所，跟我们说：“你不能这样子爬，我们的伺服器都爆掉了，要赶快把这网站关掉。”所以大学的时间，我就做了这种非常多不同的尝试，看身为工程师，我到底怎么把程式码结合去对其他的使用者有所贡献。所以然后有个社会人士，他看到我跟我 partner 在大学搞这些有的没的，他感到非常有兴趣，所以跟我们联系上了，然后我们就合开了一家公司。那时候因为 Facebook、Twitter 非常的盛行，然后我们就一样创立了一家做社群网站的网站，然后后来一年后就失败了，这个我就略过不讲，因为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因为大学的创业经验跟程式经验，让我想到说，原来写程式码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是怎么进入 Open Source 这个世界的呢？其实那时候我常用的语言是 Node.js，Node.js 跟非开发者的朋友们讲，它就是一个 JavaScript 在后端执行的一个环境。那时候这个语言在我使用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还不是非常成熟，所以非常多的函数库啦，在 GitHub 上函数库开源出来，我还要自己去维护，自己去贡献进去。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把我的 code 贡献到 open source 上，然后push 那个作者说：“哎，这个东西我修好了，你要不要 merge 一下？要不要发布个新的版本？”那 merge 进去之后，哎，我就发现哦，原来开始有人注意，竟然开始有人真的在用我贡献的程式码了。然后是个甚至是我不认识的，是个可能在俄国、可能在美国各种不同国家的开发者，用了我贡献进去的程式码去做他们的 application，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那随后我就把 open source 当成我的 mentality，就是我不断的只要有任何一段小 code 或是有任何的函数库，我觉得可以开源，我就马上把它开源出去。所以随后就开发了非常多的那种大大小小的函数库，全部开源出去。那后来我觉得，哎，我在 open source 领域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贡献？随后我就走入了 GitLab。GitLab，之前的讲者应该都有带到，它就是一个，用程式的力量、开放源代码的力量去介入，或是间接式的去介入，政府的一些决策啊什么的。那例如说，有 GitLab 的参与者会觉得说，哎，政府的资料非常难懂，所以他就把一些政府的预算视觉化啦，甚至说，例如说政府有一些程序可能不会公开，或是不公开方式进行决策，他们就会设立一些立法院影城之类的方式，让
所有 user 可以去参与这种专案，甚至选举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open 在网站上的候选人投票指南啦，然后甚至是如果有任何的八仙城报或是台南赈灾之类的灾难出现，他们就会快速建立一些资讯整合的网站。所以这让我实际投入 GDV 参与过几个专案，我就发现说，哦，原来 open source 的世界是这么广大，可以做那么多的贡献的，影响了那么多的人。那这张图是2015年我看到的，就是那时候 GDV 在 GitHub 的 contribution 上竟然可以跟像是国外的几个开源组织，像是 Code for America、Open Knowledge 相提并论。Contribution 是非常 active 的，整个 community 是非常蓬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 GDV 的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不可能一直参与这样，我不可能一直这样参与 GDV 的专案。那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用我自己的方式，跟我 partner 一起去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或是 open data 的方式去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台湾？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我们就那时候做了一个网站，叫做台湾 State， 用数据看台湾。这网站非常有趣。那时候我们只是单纯想说，有些数据其实政府的数据不是那么好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整理一下 ，visualization 一下，让更多使用者看到这个东西？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水库的即时水情的网站，那没想到就一炮而红，然后非常多的使用者看到这东西，感到非常有趣，然后每天都在看现在水库到底缺不缺水，所以短短三个月就累积到了130万的独立访问者。然后现在粉丝专页上也有25000个粉丝在上面，然后台湾有些平面媒体有特别拉出来说，台湾有这样的组织在，有在这样子去做一些统计图表出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水库，台湾的即时水库水情的一个网站。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是说，那时候有一个妈妈寄信给我们说，哎，我觉得她每天早上起来跟她儿子最享受的一段时光就是他们会开着网站，然后看现在缺不缺水，这让我感到很温馨。我觉得，哎，我们做这样 data visualization 的东西，竟然可以这样走入别人的家庭，我觉得有点被温暖到的感觉。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网站，像是即时空气品质啦，然后告诉你哪边的PM 2.5 比较高，然后就算到现在好了，也是有很多网站，也是平面媒体会直接接我们网站上的图去做他们的报道，所以就让我们想说，好，那下一步是什么？我们现在开源资料了，开源了平面的一些 data visualization 的网站，那下一步我们开始想说，好，我们都出社会了，我们那时候正好是个毕业的时候，说该开始赚钱了吧？那难道我们就这样散了吗？就大家各自去不同的公司工作了吗？我们非常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想说，好，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开一家公司，然后去看，虽然我们之前公司失败了，但我觉得我们能够 pick yourself up from where you've fallen， 你要从哪里跌到哪里站起来。所以我们想说，好，我们再来试试看，再来开一家公司试试看。所以我们就从那时候就创立了 Canner。其实我们之间转型了非常多次，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根据之前在 GDV 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会有些律师啦或者其他非开发者的人也想要贡献到这样的组织进来，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哎，我能不能帮忙写一些法条进去，能不能帮忙把一些内容放进去？那以往都是开发者可能都要开发一个非常小型的 CMS， 一个内容管理系统，让这些非开发者可以把一些他们的文字、他们的 knowledge 贡献进来。但我们觉得每一个专案都这样做，其实非常的花时间，非常花人力。所以，我们因而生就做了一个 Canner 这样的 CMS。那时候还是一个很简单的 website builder， 就是居里面常常可能会需要 build 一些网站。那我们就用 developer 舒服的方式，然后用那 developer 也输入的方式可以 build 出个网站，然后非开发者也可以上来把资料填进来。那后来我们发现上营运上其实这里有点困难，所以2017年我们就转型做 backend service，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今天开发者可能需要做一些 data visualization 的
平面网站或是需要去串接资料库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 Canner 直接架设一个 CMS 跟 backend 的 service 全部把它接好， API 它不用管， CMS 管理也不用管，它只需要管理它自己前端的一些页面跟它的资料怎么呈现出来。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把2017年做的这块 backend service 完全拿掉，原因是我们发现说太多云端平台，像是 AWS， 像是Google Cloud， 它本身 backend service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这地方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我们就好，我们专心做 CMS 好了。其实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个朋友，他正好在做接案公司，他就看到我们的 Canner， 他想说，我能不能只用你们的 CMS 就好，我不需要你的网站，我自己有网站了。我只需要你的内容管理系统，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套Canner CMS， 它是个敏捷式的内容管理系统，它可以跨部门、跨公司、跨 database 的去捞取资料，并在一个界面去管理这些资料。可能这样也讲点艰涩难懂，不过大家设想一个状况，当你是一个开发者，你今天可能做了一个网站，你可能做了一个APP， 那下一步你的其他的 team member 可能会跟你说，我现在需要看到sign up 的状况、注册的状况，我现在需要去改里面某一些资料，我要怎么去改？通常这个时候开发者就会想说，好，我帮你去做一个 CMS， 我帮你从头到尾去做个 CMS， 你再从这个 CMS 去动里面的资料。可这个 CMS 其实跟一般网站一样，它都要花时间去维护，都要花时间去开发的，所以我们就以开发者为导向去研发了一套 CMS 的 framework， 叫 Canner CMS。 它的逻辑是说，你可以把每个 CMS 的元件想成一个 unit， 像一点像乐高一样，例如说你今天需要一个文数字形态的值，它是一个 slider， UI 上呈现是个 slider， 可以让使用者拖拉。那你可能今天又需要一个 input， 可能会需要一个可以让使用者填日期进去，可以挑时间的一个 calendar。那你把这些不同的元件组起来之后，像乐高叠起来，就可以组出一个很巨大的一个 CMS。所以左边就是我们给开发者的开发界面，它可以写像是 HTML 的方式去建构出整个 CMS。用这种逻辑，你可以去用乐高堆叠的方式，你可以去堆出各种不同的情境。然后我们那时候设想就是说，这种东西应该是可以帮助不同的企业去它可以自己去 customize 它的后台，它就不需要再去写很多逻辑在里面，不需要去写很多 UI 在里面。更大的重点在于说，我们后面是可以接到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可以接到像它可能用 MySQL， 像可能用 PostgreSQL， 那我们是可以让它后面的资料全部统一成一个简单的界面，然后在一个 UI 上去管理。那为什么我们要开源？这个东西听起来，直接迈入企业就好了。为什么要开源？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开发者工具。如果我们是开发者工具的话，我们最重要就是跟开发者去打好关系。那而且开发者通常是在公司下面工作的，那他通常不能直接做决策说好我要买这个产品，通常是由上面例如说 C-level 或是 manager 的人去决定说我今天要买入这个产品让你们去用。那这个就牵扯到说我们会怎么去贩卖我们的 Canner CMS 这样的产品。那时候我们去拜访一个在 LA 的 VC， 他就直白跟我们说，你要不要 open source 试试看。他说我没有办法想象你有其他方式可以把 Canner CMS 卖入 US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 market。他很直白地跟我们说，你的 user 不等于你的 customer， 你的 user 是 developer， 你可能，但你后面你还要去说服说你的 C-level 的customer 说我们这东西很好，你可以买我们的软体。可是假设你今天扩张到美国的市场，你扩张到欧洲的市场，你要在当地找 sales 的代表嘛？那你要找这些人帮你去卖你的产品嘛？你怎么跟 C-level 的各个公司的 C-level 的人搭上关系？这全部都是问题，这其实没那么单纯。他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看 open source 呢？为什么不试试看从下到上的 sales strategy 呢？
Bottom-up sales strategy 讲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开源之后，让所有的开发者透过开源的方式，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免费使用，可以贡献进来，可以自己去 debug，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愿意直接在建制专案的时候跟他的 manager 讲说，这个东西是开源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进来使用。那这时候就避免掉了我们可能还要再从 C level 下去逐渐说服他们导入他们的决策流程。那我们怎么赚钱？如果我们都 open source 出去，我们怎么赚钱？那时候我们想了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 enterprise edition， 我们可以跟他说，好，我们今天有开源的部分，可是当然我们也有不开源的部分。那不开源部分可能就包含一些里面没有的 feature， 我们就把它包在一起卖给公司。那我们会另外 build 一个 SaaS 的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直接用订阅制的方式付钱，然后你可以直接很快的 build 出一个 CMS， 然后直接接到各种不同资料源，它比你自己维护这样的开放的软件还要来得简单。那时候我们成功的触及了来自83国家，然后几千个 user 在3个月内就注册上来。那这个全来自于我们 open source 的成功。我们那时候 open source 出去的时候，我们在 GraphQL Weekly 就是一个社群里蛮活跃的 newsletter 被 cover 到。然后那时候我们在 GitHub 上的 trending 一直挂在第一名，挂了一段时间。就像说我们那时候在一周内就累积到了2000多个 star， 然后成功在 community 上有些曝光。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我们去找公司的时候，公司看到我们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开发者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可以试试看。这样听起来一切都很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问题在哪里？我们发现说，第一个问题在于说 open source， 我们在想说 open source 真的是可以提供给我们 customer， 就是买的这个决策的人，他真的看到里面的一个价值吗？ open source 对他来说到底重不重要？有时候你的 user， 你的 developer 可能很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你 customer 不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他可能会质疑说，你是 open source， 你会不会后面很多 security 的 issue， 你会有安全性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在于社群的维护，社群的发展，你要去 build 一个很成熟的community 会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说，我们 community 的方向跟我们 enterprise 方向会有所冲突。我们好几次都是在跟社群里的一些贡献者讨论说，好，我们接下来要推这样的 feature， 可是我们只会在付费方案里面有，那他们可能就会非常不高兴，想说，我这个是我要用的，为什么你不直接开源就好了？他会非常不理解说，你既然是个 open source company， 为什么你不能都开源出来？可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是我们是一个要以盈利为导向的一家公司，我们是需要生存下去的，我们需要这些 profit。 所以去维护这样的社群，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协调，实际上是非常累人，非常花时间。但是加上那个时候团队其实只有4个人，我们很难分神去 build enterprise edition， 去 build community， 然后去同时去 maintain 我们的 SaaS。 那时候团队经历了一个非常疲惫的时段。那最后一点是在于说，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自己，让我们不会被其他的竞争者抄袭。举例来说，就是那时候我们 open source 后面我们做资料汇整的框架，那我们就发现说，2个月后有个潜在的竞争者，他推出了一个很类似的东西，然后后面有些逻辑跟设计架构其实跟我们的东西非常类似，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是不是看到我们的东西，然后把一些逻辑直接拿去用？可是你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你是 open source 的，而且你的 license 也不能明说，他们不能拿这些 code 去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之后，我们一直想说，我们要怎么去 build 一个 moat， 一个护城河，去建立一些竞争门槛，即使你 open source， 即使被拿去用，你也能够维护你的竞争优势。那就像在于说，我们后面还有碰到很多 selling 的 obstacles。第一个在于说，我们发现我们卖这个 CMS 的时候，公司会需要太多的客制化的部分。举例来说，他就可能会说，我今天要一个签合系统，我需要 ABC 3个主管 review 之后，你才能去做
某个件事情，才能把你的文章发布出去，才能去做什么事情。那这种 customization 我们都要仔细去想说，哎，这个是我们是我们所有客户都需要的，那我们该 open source 吗？还是该 build 在paying 的 feature 里面就好了。再来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开源的社群需要时间成熟，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算迈入企业，从 top down 去卖给台湾企业的时候，他们的开发者，就算你的 C level 的主管很喜欢这种东西，他觉得可以节省非常多时间好了，那你的开发者通常是很 skeptical 的，他可能会想说，你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吗？就算你有 open source 两千多个 star， 我觉得好像对我没什么用，没什么帮助，我自己手写就好了。就算你实际真的可以省到他们的时间，他们还是会很质疑说，这个框架是真的有用的吗？所以这也花了我们非常多的时间去克服，等于说你一个 sales cycle 等可能拉得非常的长，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导入一家公司。就像说这个本身我们是卖一个开发者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 turnkey 的 solution， 它没办法说我直接 install 在你 company， 你 company 就可以直接有价值存在，它需要一个 learning curve， 开发者逐渐去学习，然后逐渐去感受到，哎，这个东西是的确有它的价值的。所以这三点造成我们在 sales 上，在台湾 sales 上有非常大的困难。那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我们看到说，其实非常多的使用者用我们的软件 Kinder CMS， 他去做，他前面实际上都是去做个 dashboard， 去做一个 data visualization， 他做视觉化的部分。他可能内容管理的东西都没有用到，他只做了这样一个 dashboard 出来。那我们看到第二点是在于说，很多人其实很多企业在用这东西，他其实更不在意你 CMS 的部分，他在意是你后面做资料汇整的部分。他觉得，哎，我今天可以在一个 CMS 去管理，我分在各种不同地方。例如说，我可能管一次管了三个 Shopify 的 account， 那我可能想要在一个地方去，看到这些资料，看到我进出进存货的一些资讯。那他觉得这个资料汇整的地方对他很有帮助，可是 CMS 他就觉得，不太干他的事情。所以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就在开始在想说，哎，那我们就开始要转移 pivot again 了嘛，我们就开始要再转移一次我们的产品的方向了嘛。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团队内部争论了非常久，正在争论了两三天。那我们都是围绕在说，我们原本 open source 累积这么久的结果就要放弃，就开始转型了嘛。那我记得很清楚，是那时候团队其实大家都有共识，就是大家做 CMS 这一块都做到非常疲惫了，我们要同时去维护 customer， 就社群里的使用者，要同时去维护跟 enterprise 的关系，要同时去 build 这样 SaaS 的 model， 其实我们这几个人已经精疲力尽了。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有个新的产品的方向，是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的，让我们的 sales cycle 快一点，让我们有办法去更快的方式去赚钱。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就有个新的产品叫做 Kinder Flow。那 Kinder Flow 它实际上就是，帮助企业快速导入资料决策或者是 AI machine learning 之类的，一个 product。它跟 Kinder CMS 到底差异在哪里？其实它差蛮多的，它等于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了。那它最主要的痛点在于说，它就是个 turnkey 的 solution 了，就是我们以往做 Kinder CMS 发现说，你如果是一个 developer tool， 一个 tool 的话 ，tool 是需要使用花时间去学的东西，你导入的 cycle 就拉得非常长，所以我们需要 build 个 software， 它是可以给 team 直接去使用，然后直接可以得到 insight， 直接有个 value 出来的。所以它那个很大的特色在于说资料汇整的部分，因为我们像我刚刚讲了，我们 Kinder CMS 大家非常在意的反而是后面资料汇整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 build 一个分散式系统，一个分散式的 SQL engine， 它只要下一个 SQL， 我就可以去汇整 A B C D 各种不同资料库的资料，然后变成一个 result， 然后 return 给 user， 它等于是它完全省去了前面做资料工程的这些时间，它去加速了企业在得到 data insights，加速了他去导入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地方们的一些专案的速度。那我们实际去 run 过这 service， 实际去跟客户接洽之后，发现说，哎，做决策要买动作买这个行为的 customer 是非常喜欢这东西的，那 user 也是非常这个喜欢这东西的，那这样很好啊。那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是 open source 嘛，
我说还没，还没，因为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Kinder CMS 是我们 Open Source Core 一个成功的产品，但它依旧是把整个团队的精神花费非常多时间进在上面，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什么时候 open, 我们这一次 Open Source 的话，好，我们什么时候 Open Source？ 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足够的人力去 support 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足够的资金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们要 open 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些全部都是非常难的决策，所以老实说，我们现在还在规划说，好，我们下一个 roadmap 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 open source 怎么样的东西出来，让社群可以看到我们？当然，我们这段时间还是非常 active 在整个 open source community 里面。举例来说，我们那时候看到，我们也用一套 SSO 的框架 ，single sign-on 的框架叫做 Keycloak。Keycloak 是Red Hat 它本身在维护的一个专案。那我们发现它 Node.js client 写得非常糟糕，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重写了新的一份。那后来有幸被直接并回去 Red Hat 下面，单纯当成他们 official 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就直接回到 Red Hat 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里面的 co-maintainer。那我们还要去贡献 Jupyter Notebook 这个开源的 project， 我们还有开源像是其他我们分散开的一些 utility library， 全部都在 GitHub 上都看得到。所以虽然我们产品本身还在想说我们下个 roadmap 下一个开源的专案是什么，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非常零星非常也是很重要的专案开源在 GitHub 上面。所以如果你接下来想要以 open source 为底去创一个 startup 的话，请大家你们仔细想一些问题。第一个是说你的 user 真的看到这些价值吗？ open source 对于 user 真的是有个价值吗？你的 user 真的会因为 open source 去买这个东西吗？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个现在有个 angel investor， 他之前跟 Sugar CRM 是一个在欧美蛮流行的一个 CRM。 那 Sugar CRM 本身是一个以前是一个开源的专案，但他们在大概几年前的时候就决定不继续维护开源了。原因是因为他们 CEO 说，他们发现他们太多人力在维护这个 community， 太多人力在贡献在 community， 那有些 feature 他们时时要去跟 maintainer 去争吵，说哪些是要做 pain， 哪些是不做 pain 的，所以他们就干脆就关掉了。加上说第二个重点在于说，他们 CEO 提到说，他们用 CRM 的买 CRM 的 user 有时候反而根本不在你是不是 open source， 他更不在你是不是开源，他只在你后面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带来价值。所以我觉得大家想一下说，我不是在讲说 open source 怎么样？我在讲说，大家要想一下，如果你的 startup， 如果你的赚钱的方式是来自于 open source， 你要想一下，你的 customer、你的 user 看不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要仔细去思考。第二个在于说，你有没有足够人力去 maintain 这 community？ 这个 community 不是简单的小事。那时候我们每周都会收到好几十封 email， 然后 issue 上一直会被开，然后一直会催促我们，你们什么时候做这个 feature？ 就好像你有同时有十个 PM 在管你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疲惫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那第三点是你要想想你要多 open。Open source 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既然你是一个赚钱公司，你以盈利为导向，你就要想说，好，你要多 open， 你是不是要 build 一个护城河，让你的有些 feature 反而不要 open， 让你保持你的竞争优势，这是非常重要要思考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回过来看一些很成功的 open source company， 例如说 MongoDB、HashiCorp、Databricks、GitHub， 可能不一定算是。可是其实你可以想换个角度想，其实 Git 本身是 open source， 可是 GitHub 本身不是，可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成功、非常赚钱的一个企业。所以这些公司他们都有特色，他们现在都有一些 SaaS 的 model， 然后他们同时有些 enterprise model 在里面。而且像是 HashiCorp， 我记得他们的，我有一次在一个欧洲、美国的一个 conference 跟他们 CTO 聊到，他们说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去 build 这个整个 community， 四年。你可能要想说，你有没有四年的时间让你去从零到有 build 出一个成熟的社群？那现在 CMS、Kinder CMS 到底发生什么事？现在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就决定先把我们的 set shut down， 然后不继续 maintain 这个专案了。然后，所以当你要以 open source 当做 startup， 你可能请你想一下，你的 customer 是谁，你 user 是谁，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角色。请想一下，你的 open source 对这两个角色真的有它的价值在吗？那你要花多快的时间去 build 你的 community，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要分享一下。在我们决定，我们寄 email 刚跟我们使用者说好，我们突然决定要把 Kinder CMS 的 SaaS 关掉了。那我们就收到了非常多的 email 跟我们说，哎、欸，我想要付钱了，我现在想付钱了，你可不可以不要把它关掉？我愿意付钱让它活下去。那那时候我们想说，嗯，那我们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们他们这些 user 其实愿意付钱啊，那我们在搞什么？所以实际上这个价值是存在的。Open Source 确实可以建立出一个非常成功的 business， 非常成功的 company， 只是在于说你要有没有办法想出一个 onboarding 的 process， 让你的使用者 organic 进来，然后使用，然后成为付费客户。这是一个对不同对任何的 startup 来说，对任何非 Open Source 或是不是或是是 Open Source 公司来说，这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非常相信 Open Source。其实我们 Kinder CMS 现在不去 maintain 了，我们现在转型做 Kinder Flow， 可是我们还是非常相信 Open Source。Open Source Startup 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它就是这么困难，它应该就这么困难。可是你想想，如果你今天你成功的做起了这样的公司，你有了 community 喜爱你，你的 customer 爱你，你的 user 爱你，那你的 user 有了粘着度在上面，你的 branding 整个做起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公司，你就基本上处于一个非常难被击败的地位了。那我的演讲就到这边了啊，谢谢大家。